朋友们，迪士尼乐园的必玩项目是什么呀？ Hello， 大家好。前两期视频都在聊赛车，今天换个话题，咱们去加州洛杉矶迪士尼乐园去玩一个超级可爱的，你一定不能错过的项目，那就是小小世界。It's a small world。 它建成于1966年，游客坐着小船看世界各族人民唱着小小世界载歌载舞，简直不要太欢乐。视频我将带您去迪士尼乐园看白雪公主的城堡，关注玻璃，精彩不断，再见。